喜欢旅游的凯若来到沙漠旅行，买了当地特别的绿洲泉水，喝了一口觉得回味无穷，就决定买回去送给好友家君。回国后，凯若将水送给家君，家君立刻喝了一口说，谢谢你送我这么好喝的泉水。看到家君的反应，凯若非常开心。凯若离开后，家君的儿子很好奇绿洲泉水的味道，喝了一口便说，好奇怪的味道，妈，你怎么会觉得这水好喝呢？家君拍拍儿子说，孩子，你只喝到水，但我却是在品尝这份真心的礼物啊。凯若是妈妈的好朋友，还有什么比友情更甘甜呢？最珍贵的礼物不在礼物是什么，而是用心体会，细细感受对方的真心诚意。